讲到定自在王菩萨，请问世尊，地藏菩萨历劫以来发的是些什么愿，而得到世尊殷勤的赞叹，请求佛为大家略为开示。世尊告诉自在王菩萨，实际上呢，菩萨是带我们发问的，告诉定自在王菩萨谛听呢，就是叫我们要用心听法，细心的领会。那么佛叙说，这是很久之前，久远界之前，那个时候有一尊佛叫一切智成就如来。那么佛的寿命六万劫，由此可知，那个时代众生必然是修善断恶，所以感得如此殊胜的果报。那么佛在没出家的时候是一位小国王，与他邻国一个国王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这两个小国王都是以十善来治理国家，教导全国的人民断食恶修十善。当然这两个国家国泰民安了，人民都过得很幸福。可是除了他这个地区之外，其他地区就不然，这一切众生造作恶业的很多。那么这两个国王在一起看到好像整个世界这个局势，他们两个就在商量如何帮助其他国家的地区人。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接着呢就会看看经文。其邻国内所有人民都造众恶，二王即意广设方便，怎么样来挽救世运？这两个小国王在商量。二王发愿，一王当中有一个国王发愿，造成佛道，当度世辈，令世无余。另外，唯有成佛，才能够广度众生。如果不成佛，虽然有这个念，愿与心违。我们常讲心有余而力不足，还是没法子。这就发心了，这个求道。成佛。另外一个国王发愿呢，若不先度罪苦，令世安乐，得至菩提，我终未愿成佛。这两个小国王呢，发的愿不一样。这位国王发的愿，自己没有得度，先度众生。那么这是所谓菩萨发心的，不是为自己，要为别人的。这一段经文
我们必须要了解它真实的意义。我们可不可以发个愿呢？不度自己，先度众生呢？如果真的发这个愿，一切为众生，一切为佛法，确确实实没有自己了。我与我所都断了，行，那个没有问题。如果还有人我，还有是非，还有得失，那就不行了。换一句话说，你脱离不了六道啊。凡是不能脱离六道的人，一定要觉悟。无始劫至今天，我们累积了多少罪业，这是实话了。罪业不是这一生造的，生生世世累积下来的罪业，也有不堕恶道之理，也有不堕地狱之理，你决定会堕落的。你堕落在三恶道，你拿什么去度众生？所以诸位一定要想的，一定要证得阿罗汉以上，才可以说我先度众生，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最低限度是阿罗汉果啊，脱离六道轮回了。到六道里面呢，那是示现，是帮助众生呢。自己成佛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我慢慢再来，我先度众生，这才行啊。你自己有本事才行啊，没有本事，发这个愿空愿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留意，千万不要产生误会。那么最殊胜的方法，这是对我们来说的，我们这个业习深重，一品烦恼没有能力断的人，最好的方法是发心求生净土。求生净土，说老实话，我们要想自己修行证得阿罗汉果，不简单的。说老实话了，做不到啊！但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人人可以做到。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就成了佛了呢？没有，一品烦恼都没断啊！凡圣同居土的往生的人啊，烦恼没断，但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加上自己的善力啊，自己也有愿心啊，也有点善力啊，与诸佛菩萨感应道交啊，这个时候行啊，我不着急成佛，我急着先度众生，学地藏菩萨，那是你有本钱啊，你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可以到十方世界啊，应以什么身度化就实现什么身，地藏菩萨也是如此啊。我跟大家讲的周邦道夫人遇见地藏菩萨是出家比丘像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实现什么身啊。应以佛身得度者，地藏菩萨也能示现八相成道，也能示现佛身的。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搞清楚，千万不要误会。我们在台湾曾经见到有些法师发心，心发得很大，不愿意成佛，愿意生生世世在这个世界做法师度众生，
走的时候相都不好。啊，实在上比不上一个念佛的一个在家居士念佛的。啊，我们这么多年来在家念佛居士往生的瑞相，啊，有不生病，欲知实质，站着走的，坐着走的，很多啊，出家法师当中一个都没有。啊，这你不能误会呀。啊，他们确确实实有能力。啊，做小国王的时候，这是实现的。啊，他的本地是什么？什么身份我们不知道啊。佛说出这两个小国王，佛告定自在王，一王发愿早成佛者，即一切之成就如来世。啊，一王发愿呢，永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者，即地藏菩萨世。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啊，时时发愿啊，那个愿心呢，永远不退呀。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所以我们真正要想发心学地藏菩萨，啊，地藏菩萨的殊胜功德是一切其他菩萨不能比的。啊，佛在这个经上讲啊，除了文殊普贤观音菩萨，啊，其他菩萨都不能为比。啊，即使啊，这个观音文殊普贤这些大菩萨，在愿心上来讲呢，地藏菩萨超过他们。啊，但是我们在大乘佛法里面接触多了，我们明了，所有一切菩萨的愿心，就是自己自性里面的智慧德能的。我们帮助苦难众生这个愿心特别强，这就是所有一切菩萨法里面地藏法门的最为殊胜道理在此地。特别是我们今天看到现前这个世界众生苦难无边，依旧不断地在造重罪，不知道回头啊，迷失了自信，起心动念无不是罪，都是为自己啊，为个人的利益，不顾社会的安全，纵然学佛，这个自私自利深重的习气它断不掉啊，啊，经不起外界的诱惑，外面一诱惑，里面烦恼立刻起现行，啊，把佛法忘得一干二净。学佛的人尚且如此，何况不学佛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实实在在讲，一定要效法地藏菩萨，宣扬地藏菩萨的法门，啊，决定从自己本身做起，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念佛求生净土。如果我们的愿心恳切，未生净土之前就得阿弥陀佛
得一切诸佛如来加持，啊，使我们消灾灭罪，增长智慧，增长能力，啊，能把这个经讲好，讲得让大众喜欢听，生喜欢心，喜欢依教奉行，这种智慧能力不是自己的，佛力加持的，自己业障深重的凡夫哪有这个能力？既然得诸佛如来加持，得龙天善神拥护，自己就要更庆幸，更认真，更努力，不能辜负诸佛菩萨的护念啊，要做得更好啊，做得更如法，做得更圆满啊，我们向这些地方学习，那就没错了。下面世尊又给我们讲一则地藏菩萨在因地修行的故事啊，请看经文。作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这个时间越说越远，有佛出世名清净莲华末如来，其佛寿命四十劫。这个我们从这个寿命上来看，就晓得当时人福报实在是不可思议啊！前面我们看到寿命六万劫，这个地方看到四十劫，都是以劫来算的。那么回头想想，我们现在的人间寿命不过百岁呀，长寿了啊，不到五十岁而走的。好多啊！诸位要是每天看看报纸上登的这些讣文啊，不到五十岁走的占一半都不止啊。古人所谓人生七十古来稀啊，就很少了。一切福报用这个寿命啊来行事啊，你看到这个众生寿命长，佛的寿命跟众生寿命是一样的啊，它视线呢一定是相等的，都会有特殊啊，就知道这个时代众生他们的智慧德行啊，所感得的福报嘛，啊，这我们在《大乘经》里面深深的领会到，一阵庄严是心性所变现，啊，心地善良，变现的境界好，净心境界善，啊，殊胜。众生心性不善，造作恶业，那么我们依报的环境就衰了。让我们深深感到这个世间不值得留恋，没有能令人生欢喜的处所啊，追究其根本原因，唯心所现，唯识所变，
自作自受吧，那能怪人吗？请看经文，说效法之中有一罗汉佛度众生，这是在清净莲花末如来效法时期，这就说明佛已经入般涅槃了啊，没有住在世间啊。一切诸佛的发愿都有三个时期：正法、相法、末法。佛的寿命长，当然他的发愿呢也长啊，但是这个在这个相法的时期啊，相法时期所谓是塔寺坚固的时代，因此教化玉叶女人自月光目摄施供养啊，这在相法时代寺庙里面只塑造佛的形象啊，佛的形象就能教化一切众生，所以造像的功德很大了啊。可是虽有这些硬体的设施，如果没有善知识讲经说法，一般人见到塔寺，见到佛菩萨的形象，虽种善根，这个善根呢在这一生当中不能成熟啊，所以是你眼睛见到佛像，耳朵听到佛菩萨的名号了，这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他这一生当中他不知道修行啊，他的愿心信心发不起来，但是这个种子种下去了，金刚种子永远不坏呀。如果能叫他这个种子提前成熟啊，那就要有善知识讲经说法啊，他见相，知道这个相的意义，文明知道名的意义，其真实清净的信心，发起如佛的愿行，他的一生就成就了。啊，那个功德就不可思议了。啊，如果遇不到善知识，只是闻名见相，不结经义，不能发心修行啊，他所得的利益是有限的啊，虽有限，实在讲也是不可思议啊。五光目女摄斋供佛啊，这个在寺庙佛像前面摄斋供佛。罗汉问之：“余愿何等？”啊，这个有一个罗汉，相法当中有一位罗汉，啊，罗汉是出家人呐，啊，这是一个善知识啊，啊，住在这个寺庙里面呢，啊，度化众生，啊，那么这个光目，这是。寺院的一个信徒啊，他今天来打斋啊，来供佛。罗汉问他：“余愿何等？”啊，你今天来设斋，想求什么？光目大爷，我以魔王之日
自缚求拔，未知我母身处何去？啊，果然他是有目的而来的。啊，正是，这谚语所说的“无事不登三宝殿”啊，他到寺庙里面来拜佛，一定是心有所求。啊，他求的不错。啊，他母亲过世。所以舍斋来抄经，那是法师竟然问他呢，他心里很想知道他母亲啊在什么地方，啊，母亲现在在哪一道，啊，这个何去就是六道里面的哪一道，啊，可见这个做子女的人对于父母过世之后常常挂在心上，念念不忘，这是孝思啊！啊，常常怀着一个心愿，如何帮助过世的亲人啊？罗汉敏智未入定观。见光目女母堕在卧趣，受极大苦。这是堕在地狱里。啊，罗汉，诸位在此地想一想，他还要入定，他才能够见到。他要不入定呢，他就见不到。这是定功勤者，定功要深的人不必入定啊！啊，你一说他就知道，他就见到啊，这个还要入定啊，出定之后，告诉他他在定中所见到的境界啊。那么诸位要想的，为什么不入定的时候见不到？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不入定的时候心散乱啊，罗汉比我们的心清净多了啊，我们怎么能比啊？人家那个定功是九次地定的，而四禅八定再往上去第九定啊，这么深的定功还是不行，还是要入定才能够见到境界啊，不入定啊还是不行。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凡夫的心杂乱心啊，杂是夹杂，乱是不定啊，这样的心就造成了许许多多的障碍啊。这个障碍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科学家里面所讲的时空啊，就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五度空间到无限度的空间啊。这个时空啊本来是一个啊，一个就是佛家讲的一真法界，一真法界为什么会变成了无量的法界呢？我们佛法里面讲法界，就是科学家讲的这个不同维次的时空啊，三度时空、三度空间是个界限，四度空间又是个界限啊，五度六度各个不同的界限，挡住了啊！我们今天只能看到三度空间的，只能接触到三度空间的，四度五度我们接触不到啊！
无量无边的法界，我们只能接这个接触到现前这个法界，我们讲人法界。出生法界里面，我们见到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见不到。我们见到的小部分，为什么呢？这一部分的出生呢，也住在三度空间。我们见到，他要住在四度、五度空间呢，我们就见不到。就是这么个道理啊。而入定呢，这个定是清净心，把散乱心暂时扶住，这一扶住之后啊，它的空间就扩大，就突破了。定愈深，突破的空间越大。小定能够突破三度，看到四度，我们就讲这人有神通了，有特异功能。更深的定呢，再突破一度，能够看到五度空间，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现在这个西方人有一本很畅销的书啊，讲这个预言的圣经的密码，也许你们有人看过。写这本书的人倒是非常客观，他说这个预言呢，预言的这么正确，而这个书是3000年前人所写的。他很肯定，他说绝对不是上帝。这如果是上帝，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他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提醒我们有这个灾难要发生。可见的他不是上帝，所以他的猜想呢，一定是很有智慧呀，很有慈悲心的人写的。这个说法正确啊，他头脑很清楚啊，他不迷信啊。那么有人来问我，为什么会把3000年后的这个事情说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古德曾经给我们说，这个预言呢有2种根据。中国也有不少预言。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在世，我们也向他请教过，他的说法也是如此。第一种呢是素学，大多数是根据素疑来推断的。中国很多预言是素学推断的，所以它的根源是易经的。易经是高深的素学，素学是科学之母啊。你像在中国很流行的这个算命的、看相的，都是根据易经，都是根据数理但是数理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如果有一点点推算的不对了，那个结果就不一样换句话说，它的正确性呢，可以达到50%、60%、70%，不是很圆满。这要看这个推算人他的程度。又说不通。但是从定功上观察了，那就完全不一样。定功是限量境界，他亲眼看到的。这不是比量。所以这个推算是比量啊，这是限量。所以圣经写圣经密码这个人呢，他是定功禅定里面看到禅定里面看到3000年前后的事情，不足以为奇啊。那有什么奇怪啊？忉利天地一天是我们人间100年，忉利天地一天的，在忉利天上，一个月就人间就3000年了。
如果再往上面去，那就更容易了。夜摩天的一天是人间200年，那么3000年15天。再往上就是斗率天，斗率天的一天是人间400年。那么由此可知，如果要到欲界第6天，3000年不到人家一天的时间，一天里面的事情他怎么会看不清楚？当然清楚。所以写这本书的人，在我们这个佛门里面的观察，他是定功。这个定功啊，能够突破时空的界限。这个道理现在科学懂得，他承认，他肯定，但是现在他们找不到方法，如何能够啊进入时光的隧道，他们叫时光隧道，如何能够进入未来或者回到过去啊，他们晓得在理论上都有可能，现在找不到技术啊，他不知道啊，在古老的佛法里面，禅定就是这个技术啊。一入甚深的禅定，你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进入到未来。所以圣经密码是这么来的，所以它的正确性百分之百了。那么这个句式可不可以改变呢？可以，他这个说法很中肯。灾难可以化解，化解以什么方法呢？人心，人心都能够向善，这个灾难就化解了。可见的，他也是把善恶心这个心行认定作这个世间一些吉凶祸福转移的一个枢纽啊。这个说法很正确。那么这本书现在在世间很流行，有很多文字的译本在台湾我们也看到中文的译本，值得我们警惕。我们要想救自己、救社会、救一切大众，一定要懂得断恶修善，而断恶修善的教学无过于地藏菩萨本愿经所以世尊在忉利天宫这一会，把末法时期以后一直到弥勒佛出生之前这么长的时间度众生的任务交给地藏菩萨是正确的这个我们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地藏菩萨主持教化了，观音是指文殊普贤弥勒辅助地藏菩萨好像在这个教学里面，地藏是校长啊，佛不在世，他代表佛啊，其他一切菩萨来辅助地藏菩萨，帮助地藏菩萨来教化这些苦难的众生。所以罗汉入定，定中突破时空的界限他见到地狱了，看到光目女的母亲在地狱里面受苦受极大苦，出定之后
罗汉问光目言，问他：如母再生，作何行业？今在卧去，受极大苦。再问光目女：你的母亲呢，在世的时候做些什么事情？实在讲呢，这是经上的文字啊，就是说他造了些什么样的罪业，他现在躲在地狱很苦。光目大言，这个光目女就老老实实的说，告诉他了：我母是个习，习是习性，喜欢啊，爱好，唯好适当与别之肉。今天讲海鲜，他非常喜欢吃海鲜。所舍于别，多舍多舍其次，特别喜欢这些，或炒或煮，自情适当，记其命数啊，千万福倍，尊者慈名如何来救？我们今天在饮食里面说吃肉没有罪，这能讲得通吗？一定要觉悟啊！所以读了这个经呢，了解事实真相啊，怎么敢吃众生肉？尤其是喜欢吃鱼子，喜欢吃些小鱼你这个一盘一碗里面多少条生命你说这个杀业多重这些被杀的这些众生，他的怨恨多深，他甘心情愿给你吃吗？如果说甘心情愿拿这个肉来供养你，那他是菩萨，他觉悟了，他就不是众生了。只要是众生，你看你去抓他的时候，你仔细观察，他逃命啊，他不是甘心情愿被你吃啊！你要杀猪，你叫猪来，我杀你，我吃你的肉，他是不是乖乖就来了？你只要他一看到刀，吓得就跑啊，到处跑啊！他知道啊，你要害他命啊！他被你捉到了，被你杀了，这是他没有反抗的能力，你晓得这怨恨多深。结怨成仇啊，人不是一生的，有来生的，畜生也有来生的，几年成熟了也有不报复之理。世间的战争怎么来的？佛就讲的都是从杀生食肉而来的。佛曾经说过一句话了：要想世间永远没有刀兵劫，没有战争，他说除非众生不食肉众生不食肉了，这个世间呢，战争呢，这个灾难就没有了那么换句话说，世间众生还要吃肉，刀兵劫就决定不能避免为什么现在这个战争一次比一次残酷
累积的这个冤业太重了，啊，以我们这个记忆里面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啊，那个死人残酷的现象，啊，第一次大世界大战轻得多啊，第二次严重多了，这第三次核子战争更不得了了。想想佛的话有道理啊，我们今天造作这个罪业，就跟光目女的母亲一样，知情识当放纵任意弱肉强食，这还得了吗？啊，所以要记其命数千万佛倍，不止一千条命，一万条命啊，还要增加好多倍啊，他一生所杀的所吃的啊，这是他造作的罪业啊。下面两句话是求这个法师怎么样来救他啊，尊者慈悲，这个尊者就是我们现在所称尊敬的啊，尊敬的法师啊，尊敬的罗汉啊，你一定要帮忙，要想方法啊救他的母亲啊。罗汉明知，罗汉看到这么一个孝女啊，有孝心，非常同情她啊，教导她，劝光目言，如可至诚念清净莲花末如来，建造坚塑化形象，是存亡获报啊啊。这个里面关键至诚念这三个字，真诚的心呐！啊，诸位佛啊，我们在这个经上所看到，消极重的罪业，度最苦的举报，都是教的念佛法。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为什么经上没有教他念阿弥陀佛呢？佛说法了，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的，这是无量劫之前呢，那个世间出现的那一尊佛，是清净莲花末如来，是他们的本师啊。啊，罗汉劝导他念本师佛，造佛的形象，这个佛就大了啊，存亡火爆，存是光目女啊，你在世你修福你的佛报，亡是你的母亲，你的母亲也得福报，就教他了做这个事情。当然武汉为他讲经说法，为他说明
这些道理跟事实真相，经典文字省略，我们一定要明了。光目闻矣，即舍所爱，寻化佛像而供养之，佛恭敬心，备其瞻礼。广女依教奉行，舍所爱，所爱的是财物啊，要把他自己的财物用来照相。现代照相比过去方便多了，过去照相诸位晓得完全是手工艺品，速度非常缓慢，雕塑要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完成一尊好像，就是彩画也不是容易事情画一张佛像也要好多天呢，这是我们晓得。现在科技也发达了，造这个佛的像、雕塑的佛像可以先造模型。现在人说着大量生产，可以普遍供给许许多多大众来供养，那这个福就更大了。彩画现在可以印刷，可以画一张庄严的佛菩萨形象给一印的，上万张，几十万张、几百万张，乃至于几千万张，普遍供接一切大众供养。所以现代人修福比古时候方便太多，现在人造业比古时候也方便，可是修福也方便，这地藏经上说的。阎浮提众生虽然很会造罪业，但是他也很容易回头，真正有人劝导他说明他回头也很快呀。在一切菩萨众当中最殊胜的无过于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应化在我们这个世间九华山观世音菩萨应化在普陀山，与我们中国人特别有缘分。那么地藏菩萨本愿经，康熙年间青年法师的刻注注得非常好，文字虽然深了一点，对现代人说实在讲也正好便利我们学习过文嘛。我们把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注解
当作过文来读，岂不是很好吗？这个注解以后我们如果能够有缘分再找到一个时间把注解详细地讲一遍，就像讲过文一样，使我们对于中国的文字文学更能呢提升一个境界，而对于本经的内容有更深入更透彻的认识，对我们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必定啊有更大的利益，像经上所说的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我们在现代这个大时代当中，一般社会大众都把佛法的教学看成宗教，使我们学佛的同学们迷失了方向，这是非常不幸。有机缘接触到正法，就有责任将佛法本来的面目介示给社会大众，让大家了真的明了佛法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学，是什么呢？生活教育，破迷开悟的教学，利苦得乐的教导，我们对他认识纯正，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那么这一段是叙述光目女接受罗汉的指教，回去依教奉行，舍所爱断贪，贪是根本烦恼，所有一切烦恼都是从它而生的，所以这个就是断一切恶啊。塑化佛菩萨形象供养，感理修一切善，感理供养称名，必定是依教修行，修行修正我们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一切错误的行为，这叫修行。那么他这样去做果然有感应，或于夜后梦见佛身，金色黄耀如须弥山，放大光明，他的感应是在梦中得的感应，他这个从经文上来看，他是化佛像，
供养的是彩画的佛像。这种佛像就觉华定自在王如来。这个恭敬供养呢，他就感得佛在梦中出现。孝心恳切，感动佛的加持。而告光目，乳母不久当生儒家，才觉饥寒，即当言说。这就告诉他，你的母亲不久啊，他会又到人间来了。这就告诉他脱离恶道，因为他是业财造像供养恭敬的功德，他的母亲呢脱离地狱了，重罪也消了，他还有余罪啊，所以不久啊会生在你的家里。这个小孩出世就会说话，很特殊啊，这个出世就会说话了，我们这个世间也有啊，一生下来就会说话啊，他记得他前世的事情了。这种情形在佛法里面讲呢叫堕胎，这个说起来就话长了。母亲怀孕的时候，怀孕的是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呢跟他的母亲语言很薄啊，来干什么？讨债的，就讨债鬼，欠的不多啊，所以让他十个月难受，给他的罪受啊，这个小孩一出生就死了啊。而光目女的母亲呢就借着他这个身呢活过来，是堕胎，他这个是神魂离开啊，这个光目女的神魂就落进去，是这么回事情，叫堕胎。他没有经过这十个月怀胎之苦啊，所以他的事情就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这么个道理。一般人呢是坐胎，这十个月叫胎狱之苦啊，十个月里面就像在地狱里头一样啊，受极大之苦啊，把这个前世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那么这种事情我们可以理解的，我们曾经看到过有些小孩啊，小时候两三岁啊，算非常聪明伶俐啊，那么到个四五岁害一场大病，一场大病发了高烧之后啊，才变成白痴啊，变成弱智啊，什么事情都不能记忆。诸位想想，一次严重的大病都把你这个记忆完全丧失，何况十个月胎狱，这是我们能够理解的，所以把前生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啊。唯有堕胎来的，因为他没有受过这个苦，他就很清楚很明白啊。那么他家里果然发生这个事情了，其后家内被生一死，未满三日而乃言说即收悲泣告于光目。他家里面的佣人生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呢就是光目女母亲来投胎跟梦中佛所跟他讲的
完全相应了。啊，生下了这个小孩到第三天呢，看到光目，啊，就给他稽首啊，这个稽首给他点头啊。啊，三天的小孩我们晓得，那动作不灵光啊。啊，但是他晓得点头，晓得这个礼敬。啊，表情是很悲痛啊。啊，给光目说，生死业缘，果报自受。无事如母，久处暗冥，自别如来，累堕大地狱。这是讲他，他死了虽然没多久，可是在地狱里面所受的这些罪，受的这些苦啊，我们常讲度日如年呐。啊，这个也说明时间不是真实的，啊，不是设法。时间是我们抽象的概念，啊，像中国古时候笔记小说里面，唐人的笔记小说写的黄粱梦，啊，梦中的时间很短暂，啊，黄粱小米，煮小米稀饭，小米很容易煮的，比一般迷的时候要快多了。稀饭还没有睡好，他在旁边打个瞌睡，做了一个梦。啊，梦醒了，那稀饭还没有烧煮好，你说这个时间多短？啊，不过几分钟啊，但是他在梦里面呢，已经过了几十年了。说明那个时差很大了，啊，所以我们人间呢好像没多久啊，时日不久啊，他在地狱里面呢似乎已经过了几个大劫了，他那个感受是真实的啊，真正是很长很长的时间，久处暗冥。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时空的感受不是相同的。啊，在地狱里面感受是极长极长的时间。也如同天人看我们一样，如果从斗率天看我们，我们人间百年活一百岁呀，哦，很长很长啊，在斗率天几个小时，如果用24小时来算，一天的四分之一，6个小时，人间一百年，在斗率天6个小时，斗率天人感觉的很快啊，怎么这一会儿，在人道已经一百年，所以我们人间呢，这个几十天呢，地狱里面已经是几个大劫了。他堕的是大地狱，不是普通地狱，造的罪业太深太重。我在年轻时候没有学佛，也是喜欢肉食，我造的业比一般人造的业重。抗战期间，我常出去打猎，
所以读了《地藏经》之后，恐怖了，真的害怕，就吃长素了，不敢再肉食了。知道自己造作的罪业很重，小时候无知，我父亲喜欢打猎，所以我们常常跟着大人上山打猎，天天都有野物带回来，我打猎打了3年，17岁，17、18、19，16岁，16岁就开始打猎了，所以我这个枪法几乎是百发百中，不需要瞄准的，我有这个本事，每一天至少要打20发子弹，不打猎也练习，我父亲是军人，那时候对日本人战争，他管军界的，管这些武器，所以我们家的枪支就很多，这机会造业，天天让你练习，小朋友说哪个不喜欢玩枪啊，我们玩真枪啊，所以这个枪法打得好是天天练出来的，你不练怎么行，要练啊，什么事情都是一门深入，长期熏修，所以我的枪法就打得很准，可是造的业呢就很重，那个时候不知道，以后学佛读地藏经，这个是读的，真是真的汗毛直竖啊，看到我父亲死的那个状况跟经上讲的完全一样，我父亲死的时候发癫狂病啊，看到山就往山上跑，看到水就往底下钻，跟人家讲完全一样，我亲身所见到的，我们上山就是也打这些野兽啊，水里面我们用那个黄色炸药炸鱼，那个炸药下去之后，真的几千条几万条的鱼飘上来了，你说这个罪业多重，打猎猎物比较少啊，那个河里面大鱼不得了，你说那个我们常干这个事情啊，小的知道这个罪业非常非常之重，杀生短命报，我父亲45岁就走了，以后我学佛了，这人家给我算命的，他说你的寿命不能超过45岁，我相信，所以我学佛很精进啊，因为时间只定到45岁，45岁那一年害一场病，害一个多月，我也没有找医生，也没有吃药，因为心里想到命到了，医生是医病的，不能医命啊，所以就一个月当中念佛求生净土，这么念一个月，病自然好了，以后有一年在台湾人王法会当中遇到甘珠和佛，这也是老朋友，他看到我之后非常喜欢，告诉我你这么多年来讲经弘法功德很大，他说你本来没有福报而且短命，现在你不但有福报而且长命，
个都是这一生弘法利生的福报现前啊，我没有求长寿啊，只是明白觉悟之后不再为自己啊，一切为佛法为众生啊，所以得的感应呢，对我自己来讲，我随时都想走啊，我对这个世间一丝毫的留恋都没有，身体留在这个世间呢，众生之福啊，众生需要，佛法需要，多留几天，众生不想要了，佛法也不需要了，立刻就走了，毫无留恋。这是我自己现前的心态，我很欢喜早一天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所以这是叙述造业受报，我要不学佛必然也是地狱里的受报，没话说的，你的业缘在此地嘛，生死业缘，果报自受嘛，这哪里能逃得了的呢？就光目你的母亲只是好持啊，我们不但好持啊，还造业杀生啊，杀的太多太多下面说，就下面感谢他，蒙汝佛力方得受生，为下贱人，又复短命，寿年十三，更多我道，如有何计，令吾度脱免。这是告诉他的女儿，我蒙你这个造像、供养、修福，能够脱离地狱。这个的人生，这人生是个下贱人生，是他家里面奴婢的小孩，而且又短命，只有十三岁，这个十三岁之后啊，还要堕恶道，再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你有没有什么办法来救我？寡母闻说，知母无疑，哽咽悲啼二百辈子，既是我母，何知本罪，作何行业，堕于我道。这寡母你听到这个事情，预先在梦中佛告诉他，这完全兑现了，知道确确是他母亲又到人间来投胎，听到他说这些事情，寿命呢只有十三岁，所以越感到他真正可怜这才问他，你既然是我母亲再来，你应当知道你自己造的是什么罪，堕在这个恶道里，辈子大业，一杀害毁骂，二业受报，若非蒙福，就把无难一世业故，为何下土？这个说清楚了，再生之前呢，杀生害命。就喜欢肉食，特别喜欢海鲜，就前面说过的杀生害命太多太多这些冤业那个冤业的报偿真的还没有来
这个堕地狱啊，是性罪啊，五戒里面佛所制定的啊，杀生、偷盗、淫欲、妄语，性罪啊，不受戒造了也有罪啊，不能说没有罪啊，啊，这四重罪啊。不管有没有佛法，不管学不学佛，你只造了都是极重的罪业。啊，造的时候看你用的是什么心，看你造这个业之深广，结罪不同。啊，他造的这个业是任意。啊，恣意所为，那这个罪业就重。啊，即杀生害命。回骂一般都是讲的是对于善人善事佛法他不相信，啊，别人劝他不但不能接受，还要回谤，还要骂人，啊，如果我们把地藏经这个故事给他说，他摇头，他不相信，骗人的。那么这个就是谤佛谤法，这个罪就更重了。啊，是这两种罪业受的这个地狱苦报。若非蒙福，就把无难。要不是蒙女儿给他修福，他没有办法解脱。这个地狱苦报够他受的，地狱里面罪报受满了之后，这还要堕恶鬼畜生偿债呀，这个命债怎么得了？你所杀害的这个众生都要偿债，欠钱的要还钱，欠命的要还命。过去安世高大师在中国两次偿命债，这传记里就有记载，这两次的命债过去是他误杀，不是有心杀的，误杀了还是要偿债，这两次也被别人误杀，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我们要觉悟啊！如果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脱离不了六道轮回，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过去这一生跟众生所结的这些冤业，要知道通通要偿还，这怎么得了？哪一辈子才能够还清？我们不能不觉悟，不论你学佛不学佛，这是事实，谁都不能够避免，谁都无法逃过。我们明白这些事实真相，唯一能够救自己的，能够度众生的，把无量劫来这些冤业能够化解，只有一个方法，求生净土。生到净土之后，我们有能力每一天上供诸佛，下化众生，将所积的这一切功德回向给无世界来冤亲债主啊，帮助他们破迷开悟，
利苦毒，才能将这个无世界的冤业把它解除，把它化解。除这一个方法之外，决定找不到第二个方法。所以诸佛如来劝导我们，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就是这个道理。再看底下经文，光目问言，地狱罪报起死云何？光目女也想打听打听啊，地狱里面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备子大矣，最苦之事不忍称说，百千岁中啊，诸百难尽。当然，他给他说了一些，能说得完吗？说不完。太苦了，苦到不忍心称说。一百年。一千年也说不完呢，那么这是他母亲堕在地狱亲身感受的，光目闻已，涕泪浩泣，耳背空界，这对着天空，这发愿，愿我之母永脱地狱。彼十三岁，更无重罪，借力贤道。这是光目女儿为母亲发重大的誓愿。首先祈求她母亲呢永离恶道。本来他这个母亲十三岁之后还要堕恶道，还要继续受苦啊！他向空啊祷告啊，设方诸佛慈爱悯我，听我为母所发广大誓愿，若得我母永离三途，即死下界，乃至女人之身永劫不受者，愿我自今后对清净莲花目如来向前，却后百千万亿界中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助最苦众生誓愿救拔，另立地狱恶趣畜生恶鬼，如是罪报之人，敬称佛经，我然后方成正觉。观目女是地藏菩萨的亲生啊！他的母亲确确实实永脱恶道。为什么？如果没有母亲堕地狱这一桩苦事，他怎么会发现呢？他母亲的功德是从这里来的，是因为他堕落地狱受这么大的苦，激发这个孝子发这个大心。他能发这样的宏愿，
有的因缘是从他母亲堕卧道而生的。没有这桩事情，他就决定不会发心的，他也不会去设斋供养，也不会去舍财造像。那么他母亲给他的是逆增上缘啊，所以真的是成王都得利，得大利，不可思议的利益。这个愿一发，给诸位说，他母亲就永脱三恶道。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啊，这个他的这个运心我们要记住。如果我们也能够以地藏菩萨发这个愿作为自己的本愿，自己也要发同样的愿，你就是地藏菩萨的化身。这个功德不可思议，不但自己，过去的父母眷属能够永脱恶道啊！佛家常讲啊，一子成佛，九祖升天啊，往上去，九代的祖先呢都能够利卧道苦啊，增添享天福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从这一段经文上，你深深能体会到啊。他在佛像面前发愿，从今而后，百千万亿劫中。这个是的愿力之强啊，不是一时啊，不是短时间的啊，也不是为一处啊，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啊。你看这个愿心多大，空间多大，时间无限啊，在空间净虚空变法界，只要有地狱及三恶道的地方啊，这里面所有苦难的众生，他发大誓愿去救拔，要帮助这些人永远离地狱、恶趣、畜生、恶鬼啊，愿这些受罪的人像他母亲一样遭遇到这个苦难的人，他们完全都成佛了，自己最后成佛啊。那么这就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地狱空了，魔鬼畜生道当然空啊，这个一定的道理。法师愿意，具闻清净莲花末如来，而告之曰：“光目如大慈悯，善能为母发如是大愿。”孝感祝福。这个愿一发，就听到有声音，没有见到佛像，听到佛的声音。这个感应非常的明显，显感显应啊，他在佛像面前发愿，这是感啊，明显之感啊。
立刻得到佛明显之印，佛就给他说，他听到佛的声音，啊，告诉观摩，你大慈悯，这是真正如来的大慈大悲。普度一切众生，善能为母啊，以这个愿心啊，大慈悯心，是因为你母亲度恶道的因缘，你才发的。无关如母，十三岁毕，学此报矣，身为凡智，寿年百岁。啊，这佛告诉他。你的母亲这个业报转了，愿意法就转啊。你的母亲十三岁死了之后啊，她还得人身，而且很殊胜，身为凡智，是修行人啊，婆罗门教里面的修行人，而且长寿啊，他活一百岁。过世报后啊，当生无忧国土，无忧国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他在修道当中啊，有殊胜的因缘闻到佛法。啊，闻到佛法之后，他发心念佛求生净土。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寿命不可计劫。同阿弥陀佛无量寿啊，后成佛国，在西方极乐世界决定一生成佛啊，所以这个法门叫当生成就的法门啊。成佛之后广度人天，速如恒河沙啊，这是清净莲花目如来告诉光无啊，你母亲往后的这些善报啊。那么这是光目女一段的故事，地藏菩萨因地这个发愿的。佛说完之后告诉定自在王，请看经文，佛告定自在王，二十罗汉佛度光目者皆无尽意菩萨时啊，那个时候的罗汉啊，叫光目度母亲的这个人，就是现在的无尽意菩萨啊，这等觉菩萨了。当年是个罗汉，罗汉不一定是四果，这个诸位要晓得，初果也叫罗汉，二果三果都叫罗汉。那么现在是等觉菩萨，光目母者即解脱菩萨时，现在也是等觉菩萨。光目女者即地藏菩萨时，将他的本集因缘呢，统统说出来了。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请看下面经文：过去久远劫中，如是慈悯。发恒河沙愿，广度众生。我们佛在这个地方呢，再次的劝勉我们，要明了这个事实真相。过去久远劫中，地藏菩萨生生世世
遇到这些苦缘，激发他的悲怨啊，生生世世发愿，发恒河沙愿啊，发愿次数这么多，所以他的愿心这么强啊，愿力这样广大，定向都是尽虚空变法界苦难的众生。请看底下这段经文，未来世中，这个未来世就是指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去佛在世的时候，照这个西洋人的说法也2500多年，照中国历史的记载3000多年，所以这个未来世中啊，就是指我们现在。若有男子女人，这个男子女人没有加上善，换一句话说，造业的男子女人啊，底下讲了，不行善者、行恶者，乃至不行因果者，邪淫妄语者，两舌恶口者，毁谤大乘者，如是诸业众生，必堕恶趣。这是讲现在世啊，造这些业的，在今天社会太普遍了，随时随处我们都能够见到。他们如果继续再造，不知道回头，必堕恶趣。三宝道啊，而且人生在世是非常短暂啊，短暂的时间极容易造作恶业，造作重大的恶业，转眼之间就看他要受苦报。若遇善知识，劝令一弹指间皈依地藏菩萨，示诸众生即得解脱三恶道报。几个人遇到真正的善知识，能够听从善知识的教诲，真正的善知识明了因缘果报的道理，明了因缘果报事实的真相啊，他的劝告是真诚的，是慈悲的，是亲切的啊，我们听了之后应有感动啊！一弹指间是讲时间之短啊，很短的时间，你能够皈依地藏菩萨，皈是回归，从前造作一切恶业，现在回头不造了，一是依靠。依靠地藏菩萨的教诲去修行，地藏菩萨的教诲在哪里呢？就是这一部经，这部经不很长啊，
不难受持，我们每天能够读诵，能够解义，能够依教奉行，这叫皈依地藏菩萨。注意，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佛在经上常常教导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叫皈依，而不是每一天把这个经念一遍就算了，这不行啊！啊，念一遍是你阿赖耶识里面增长善业的种子，你的行业要不改啊，不能改过自新，不能回头，还是要受恶报啊。不过这个恶报会轻一些啊，脱离这个恶道的时间呢会快一点，这是一定的啊。但是要想不堕恶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这个因缘果报的理论就被推翻了。你们常常读诵呢，你没有去做啊，这个心里头啊，阿赖耶识的地藏经的种子多，容易起现行，容易觉悟，有这么个好处啊。什么时候在恶道里面觉悟过来了，那你就马上就离开恶道啊。而阿赖耶识里头没有这个深刻的印象，遇到这些苦报啊，他不觉悟，他不回头啊，那么这个苦就有的受的了。如果你读诵又能解义，所以这就要善知识啊。所以善知识的原因有浅深不一样啊，浅的劝你一弹指归依啊，深的要把这个事实给你讲清楚、讲明白，再劝导你怎么去修行。啊，这善知识研究深了。哎，你都清楚、都明白了，真的回头了，回头救自己，不是救别人呐。啊，如果不回头，如果不救自己，必定堕恶道。啊，那就像光目女母亲讲的，地狱里面的苦况说之不尽啊，不忍心说。啊，果然回头，依教奉行，啊，遵守佛陀的教诲，每一天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啊，那这个人呢？即得解脱三恶道报啊，决定不会也造三恶道的业，也不会也受三恶道果报啊。这什么原因呢？年转了啊，诸位要晓得，佛法是讲理的，你过去造作这些业习种子永远存在啊，不会说你今天修善了，啊，这个善呢可以抵罪过，不能相抵的。善有善果，恶有恶报，永远不能够相抵。啊，但是罪业深重，这个罪报决定有。我现在暂时不想受这个恶报，我想把这个善的果提前，这些这个可以做到。道理在哪里？缘，我从今天起断一切恶，我把恶缘断掉了，恶业的种子虽然在，没有缘它不起现行啊。我这个善虽然少，我把善的缘加强，让善先开花先结果，这个可以做到啊。这个是合理的，真的是合情合法合理
啊，所以我们从今天起一定要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断一切恶就是把恶缘根植了，过去最造极重的恶因，没有恶缘，恶因不会结果。善虽然恒，未如做的善事少，这一点点小善也行，从今而后加强它，使这个善缘增长，善果先现前啊，这就好啊。下面佛教导我们啊，教给我们怎样转变这个果报啊，这段开始很重要了。若能至心归尽，这是第一句，这是根本。归是皈依啊，皈依注意要记住，决定是依教奉行才叫皈依，如果不能做到依教奉行呢，不叫皈依啊，你没回头嘛啊，归是回归嘛。真正回头必定有尽成尽啊，印光大师讲的，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啊。这是有人向祖师请教啊，佛法修学啊，入佛门有没有什么秘诀啊？啊，大师的答复，答复有，沉浸，这是入佛的秘诀。所以说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啊，沉浸能感动诸佛加持啊。我们看婆罗门女、光目女，看这些故事啊，他们为什么能得到这么明显的加持？沉浸啊，所以这是总。下面是别说，沉浸表现在哪里呢？展礼赞叹这个赞叹，就是为人说法，为人演说。啊，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就是赞叹地藏菩萨；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赞叹阿弥陀佛。啊，这讲经说法了。下面这是琐碎的事情了，香花、衣服、种种珍宝、饮食，叫供养。都是表现给别人看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讲到此地。阿弥陀佛。